他们干的那个厚厚的那个。我虽然看不到他们的脸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是我看到他们的眼睛。那给我力量。说星星很亮的人，是因为你没有看过这些护士的眼睛，医生的眼睛，给了我莫大的希望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